每天下午两点跟晚上七点，你们两个时间可以到那边。很浪漫的国家，对对对，比较社会主义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比较崇尚自由，跟原住民还蛮像的样。好，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，所以我只是一直在台上讲说我很想要去法国，结果真的去了，而且明年一月还要再去一次，哇，而且要去坎城啊，坎城都是法国的有钱人，坎城唱片展。所以我应该最近会恶补很多法文，所以我唱法文歌不要觉得很奇怪。好了，唱歌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唱什么，比较适合日式的。好，我唱一个祝福歌，也祝福。